小姐姐是休息的，到时候怎么安排？感觉每年到这个时候，哎，小时候放假过年不是让人特别开心的事儿吗？穿着好看的裙子，每年到这时候就会有新衣服，然后吃好吃。是零花钱，我妈就特别的合理，她很讲道理，她从来不没收我的零花钱，然后我就会拿着这个零花钱跟我表哥表姐一起到那个就是那一家南京楼上的那家汤姆熊，每年那个时候我就是汤姆熊大亨。汤姆熊就是小孩子的快乐度长，真的那个时候又连着好多年，每年就去，没有地方消费。